谈到了琥珀艺术，有不少人第一个就会想到是原矿以及奇石的收藏。不过有一位琥珀的贸易商是结合了兴趣以及事业，以中古表电子零件来当作材料搭配琥珀，是制作出了机器人、昆虫等创意的模型。现在就带您一起来看看他的点子以及巧手。从甲虫到蝴蝶，统统展开翅膀准备高飞，还有机器人一字排开，雄赳赳气昂昂站在玻璃柜里。最吸睛的就属这只张牙舞爪的，不过仔细看，跟电影《变形金刚》里的狂派角色怎么有点像啊？那这个是手机里面的那个电路板，那包含它的按键。原来他们真的全用手表、手机零件组成，而这些创意巧思都来自他50岁的黄奕仁。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收藏一些模型啦，然后他本身也常常在制作这些，当作自己我休闲的一个嗜好啦，所以说就想说把这两样我喜欢的东西，把它兴趣把它结合在一起，看看是不是能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。其实黄奕仁并非学艺术出身，本身从事琥珀贸易20多年，单纯是个模型爱好者与科幻电影迷，一股热情让他4年前开始投入创作。其实你比较最满意的是螳螂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这个也是我第一支这个系列的第一支创作。金属身躯、琥珀眼睛，这是他的第一件作品——螳螂机器人。琥珀你也找不到第二件一模一样的，那很多零件你可能也。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碰到相同的零件，所以说可以做到类似，但是没办法100%说这个是一样的东西。虽然每个作品讲究独特性，但从无到有过程可说是费时又费工。有时候你光拆一个表，可能就要花上半个小时。透过放大镜，黄奕仁得先把报废的机械表完全拆解，只是有点伤脑筋，一口气变出一大堆零件来。都是宝，一个东西都不能丢，甚至小到像这样的这个这么细微的螺丝，不管大小不分形状都很重要，赶紧分门别类收到半透明的百宝盒里，等一有灵感想动工马上挑出来随意组合。耐热度很低，所以说你工作的时间都不能，就是你焊的时间要很短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焊接各个部位，最后以钳子压合，悄悄一对蜻蜓的眼睛大功告成。有时候可能你机械零件有了，但是你找不到适合用的琥珀，那你就要等，所以说可长可短，有时候可能如果材料都齐的话，可能一个礼拜里面就可以做一两件，也不一定。那有时候长料时间拖得长的话，有时候可能好几个月。想简单一点的话，像这只公仔，指针变双脚，机芯是身体，齿轮与表冠粘在琥珀上，化身眼睛与耳朵。我就是在一个大主题下，就叫时空胶囊。至于复杂点的，例如这个抽象作品，一只机器怪手紧抓住胶囊，里头更包着超迷你虫珀。不过主题是什么，您看得懂吗？人类跟这个大自然之间的一个互动，手是人嘛，对，机械就是代表人类的人。即使不是人人都能体会，每件创作的深层内涵，不同于一般知识的艺术品，以变化多端呈现方式，黄奕仁结合事业与兴趣，打造出新的琥珀商机。